我叫苏少珍，来自马来西亚彭亨，患了这个淋巴癌，我这里是做那个介入，还有就打那个，后来就介入了一个星期，这样就打那个免疫。 我很怕，因为我知道人家做很辛苦嘛，辛苦不要紧，也不会好的，做几多次都不会好，越来越严重这样，我想都不要想去做化疗。他那个药水好像在里面冷冷的打上来，后来。 第二次又再做，他好像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做的。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打那个，打上来吹热的，他有分几个步骤啊。先打这边，哇，那个发热，我说杀死那个细胞，好像要。 后来呢，因为我这边也有嘛，第二次就做这边打这边哦，它不是一起的哦，再有第三次就打，因为我的肺也有一点嘛，就从这边打，它这样这种感觉了哦。过几天做了，过几天这个。 这粒东西不见了，大概多少天？好像一个差不多一个星期这样。觉得这些肿啊又消了，这边很肿了嘛，因为这边是开过刀了嘛，它肿有一点不看得出是肿起来了。现在我这个这边呢，还有一点点。 应该要有那个信心，要坚持，希望其他的病人就坚持，要相信医生，这样一定会好的。